英特赛克是一家专注于呼吸类医疗耗材的全球设计者、制造者和供应商。我们在该领域有超过35年的经验，了解医疗环境的变革和挑战，以及客户及其患者的需求。我们的一体化管理保证了整个公司的最高标准，并让我们及时高效地反馈客户需求。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最全面的呼吸类产品解决方案，提供优质、创新以及选择。我们的产品线为患者在口咽通气道管理、麻醉、重症监护和氧气雾化提供了多种灵活的解决方案，可用于急救、院内以及家庭护理。我们只专注于呼吸护理领域，从而成为该领域独一无二的领航者。我们的每一个生产基地都专注于一类单独产品的生产，使生产技术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采用最新的设计、材料和生产技术，以确保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我们所有的产品生产和制造符合相关国际、欧盟和国家标准，管理体系按照 ISO 9001、ISO 13485和欧盟医疗机械指令的标准制定，并受其认证。这使我们的产品得到 CE 认证，能够销售至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如今，我们的客户追求环保产品和服务。英特赛克通过了 ISO 14001的认证，致力于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通过高效的能源管理、高分子材料和包装的选择、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绿色的能源使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产品系列。口咽通气道管理类产品囊括了从呼吸回路的Y型接头到患者气道的所有产品，其中囊括了多种选择的声门上气道装置，从创新型埃及喉罩到各类喉罩。该系列还包括古德尔一体式口咽通气导管、气管插管、喉镜、碳条和碳针、并冷端连接件、呼吸过滤器、热湿交换器和热湿交换过滤器，为在麻醉、重症监护和家庭护理情况下的患者提供保护和湿化。麻醉类产品用于麻醉、恢复治疗和急救，包括麻醉呼吸回路、一系列的麻醉面罩、复苏回路及附件，满足所有患者的临床需求。我们还提供医疗级的二氧化碳吸附剂和标准盖石灰，有散装和方便的预灌装供选择，适用于大多数麻醉机，包含成人、儿童和新生儿的呼吸类产品。该系列包括被动和主动呼吸回路、转运和双水平呼吸回路、增湿工具、并冷端连接件、口腔护理、 Track Seal 密闭式吸痰管及其附件、氧气雾化治疗类，包括补充供氧、雾化、增湿和雾化治疗的一系列产品，包括固定和可变浓度的氧气面罩、雾化面罩、增湿器和雾化杯。这个系列包括英特赛克 Ecolite 面罩，不仅舒适而且环保。英特赛克是一家集直接代理和区域销售两种模式为一体的国际性公司。此外，我们还拥有独家的专业经销商为您来解决需求。英特赛克提供优质、创新
以及选择